几乎都是台湾的，你知道吗？中南艺。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崔璀璨。Is this the coolest video I've ever made？ 看得出来吗？我在机场，感觉很突然离开台湾的。可是我是开心的离开，不是像上次那样子。我一年多之前有发过一个伴唱歌，黄义凌的《林心夜光》，然后好像就有一个新加坡人看到吧，他有在负责办活动，然后就邀请我去新加坡唱歌。哎，我跟美国朋友这样讲，我说 Oh, I get to go to Singapore to sing songs， 他们就会觉得 Oh, wow。Liar， 完全不相信我，你知道吗？他们其实没有指定说我一定要唱什么语言的歌，所以其实我应该也可以唱中文歌或英文歌，但我就是整个 set 都唱台语歌。我们到新加坡我会见到一个马来西亚朋友，我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我买这个的原因，感觉这个只有台湾可以买得到，那我们就在飞机上见了。姚大，欢迎来自新武航空 JS 七三一号班机。对于台北、惠安、新加坡，希望你有一段舒适的旅途。今晚请您暂时不使用电子用品，并且尽早观看有关疾病安全设备的介绍。感谢。到新加坡了，现在要去拿行李。拿完行李之后，到饭店去 check in。饭店有规定说，房间里面抽烟或出现留影，等一下，出现留脸的话，一样都会被罚4000块台币。最超适合欢迎鬼面的，哇，超喜欢的那个，墙壁都歪掉了。现在要走去吃饭，再去彩排，然后明天就会开始正式演出。怕什么？Of course, I shouldn't forget to tell you, welcome to Singapore.跟我一样是第一次来的吗？来彩排了。昨天几乎没睡，直接上飞机下飞机，然后去唱歌，所以声音。好丢脸哦 ！It's not even a very high note。刚才拍完了，等一下 ，7-Eleven 怎么这么响啊？而且这个是真的，直到 11的 7-Eleven， 真的假的？这边只有 11， 哦，这就是 7-Eleven，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好酷啊！我真是奇怪的观光客。哇哦，报纸，你有问到报纸的事情吗？哦，对嘛。My first time in Singapore 7-Eleven。哎呀，我看到了便当哦，跟台湾的不一样，有很多这种。There you have 台湾奶茶。
没看过的台湾奶茶，太多好想好想吃的东西，我觉得我明天会撑不下肚子哎。Now we're just taking a walk and getting a feel for the area. There's so much here. I feel like everything's been condensed. Because Singapore is a lot smaller than Taiwan, so it's like every five steps is a new store.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Yeah, 有一家 7.然后这种长得像夜市的美食广场叫做 Hawker Center， 本来这种摊贩都到处在路上摆摊贩售，后来新加坡政府为了提供更安全更卫生的饮食环境，帮摊贩盖了这个 Hawker Center， 也在中间加了很多餐桌，让想吃不同东西的朋友可以一样聚在一起吃，主要是在卖中式料理、印度料理、马来西亚料理等等。我没有看到台湾的，超级多可以吃的，人也一样超级多，所以。那我现在在旁边的一个公园里，因为他们的 Google 上面就是鸡，想要找一下鸡。哦天哪，找到了！它有小鸡哦，天哪，超级小，超级可爱。你做那些金哥啊？你是先闻到才发现的？没有，我就回头就看到。Are you filming a vlog too or something? Yeah. Convenient. We'll see. 哈哈。Oh, dude, Carly, 你有看他手指上面有奇怪的地方吗？那是淤青吗？他说那个在马来西亚去投票，那个。要站那个，这样才不能重复投票，是不是？真的？啊，这样什么时候会消掉？已经两个多礼拜了。因为那时候是我整个手指，整个手指已经好光没有了，只剩下手。对啊。一下下就要准备正式演出了。Okay, now we need another talented sniper performers. What do you call this?就在我右边是一个陌生人，他还蛮好奇为什么会讲中文。
这边说华语，你会讲华语，怎么会讲华语这样？然后就跟他解释我住台湾，大家演唱的歌曲几乎都是台湾的，你知道吗？就是除了一些原创的歌曲之外，大多数都是台湾的歌。有人唱到台湾的歌，他就转头跟我说：“哎，这也是台湾的。”这也是台湾的，这也是台湾的。到最后，他就转头跟我说，其实好像都是台湾的。本来还蛮好奇为什么会想找我，因为我主要是在台湾分享一些台湾的东西。但是，他就说，因为那个福建文化还蛮爱听这些台湾的歌曲。那就懂了。第一天的活动刚结束。It's the most popular thing here, so... Yeah. Yeah. Like, Malaysian style too? Yeah. Oh my god, what's up? Yeah. Skinnerin.那还有我们刚刚来到这里，已经拍完一支 cover 的影片，在这里唱什么语言的歌呢？给你猜。等一下，我这次来新加坡有特别带这个包包，因为呢，你看，讲台语，这是台语呢。对啊，所以我们刚刚在这里，在非常非常多的观光客在旁边听着的地方录了返场影片，之后应该过不久。就会上传到我频道上面，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按一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上传 cover 的时候，你就会知道。That's Kelvin， 这个哦 ，That's Carly， 哦、oh, ，cute， Let's go。活动对面有这个寺庙，其实是妈祖的庙。这很酷呗，我没想到就是会在台湾之外看到妈祖庙，我就很好奇新加坡有没有在绕境，他们说新加坡好像没有，所以这个真的是台湾比较特殊的文化活动。So where's the next song anyway? Yeah, the next song. Okay, the next song is 叫做 You got guitar. What? You got guitar. I'm the guitar. You got guitar.This is our language in Singapore. All my life is body. Dancing back in the eternity. All my life is body. Dancing with it to the question. Too bad it's all over. It was nice while it lasted.有请我们演出者吃饭。被问这是什么，有人以为是对讲机，我也听过人说以为这是 pepper spray， 这是酒精。